我先。我也要看看当观众的感觉，特别爽。我也是。我放这。嗯，我放这。那我放这。谁的手机在这？你放着。那我放着。你放着，那我的我放着。我放着。你又提回来了。他们应该去了。他们俩应该旗鼓相当。白事儿是仔仔，右边我放着。那我学一下。但是他又要比你快一步啊。那不行。我收着。那我放着。那我放这儿。是可以的，放着。那我放这儿。我怎么感觉我这一直我这。你这我这我操，二哥有天赋，二哥会玩了，他在扮猪吃老虎。怎么是你完了，我包不住他，相对让反原来二哥还是不会玩，我发现了。我操！哎，但是他原来我还是不错的。果然你们两个旗鼓相当了。什么？哎呦，高手！呀是吗？刚刚鹿仔放在里面，就赢了。对呀。哦，原来你们压的是他呀！压的不是我。我输了。老赞下一个吓唬谁的了？你这么凶干什么？